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十七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那边也想要订五日空战前通过国会改革法案，今仔日伫议场发生冲突，朝野立委拍做伙，党团协商三届拢无共识。五日空战前，敢会特赦陈水扁？总统府已经公布这个决定，但地中讲海外口罩是选举村的钱，陈水扁无可能认罪。马道南市保安局传承十二保者顶头上霸道，庙方即阵甲学校合作来推广，希望甲文化传落去。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南北两党想要伫五二空进程利用人数优势，和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昨昏伫立法院告媒，今仔日一透早就随起冲突。议场门口口有假两届甲郑嘉宾拍做伙倒伫涂骹，议场的内底郑嘉宾是甲陈静辉拍个倒。个郭国文甲周万台的文件抢走，害周万台跋跋倒，规个宴会是乱糟糟。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党团协商三届拢无共识。我们三点半。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向甲立法院秘书长周万台手的资料抢走，周万台毋但跋倒，连目镜拢落坏。郭国文抢完物件就走出议场。李长会对这个郭委员提告吗？这是国民党甲民进党到底要拼五二空战争，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国法，引起朝野立委冲突，再去议会也爆发身体冲突。民进党立委张嘉滨被上主席台，立委陈清辉想要阻止，两个人拢笑乱。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对后边甲张嘉滨扭掉咧爆发冲突。当面跟陈伟表示，如果刚刚的冲突碰撞了他，我很抱歉。那至于未来他的感受什么，我们尊重。我们很遗憾的看到民进党的立委，不只用流氓的行径来攻击国会的议场，对在野党的立委啊挥拳攻击。但政府批评张嘉宾的核实力是建立在白色话顶面，无法度来接受。议场对早起就是混乱的局面。国民党立委齐卡森、本乌达拉，也有国民党立委查水利拉巴来，议场韩国瑜需要宣告禁止三违禁品。早起各党立委为了抢先立场爆发冲突。社两届张嘉宾一直揪来揪去，不过抢是大骂郭建明。开枪插队哦！啊！开枪插队哦！结果文直接用手将郭秋明杀开，双方是一直骂，立委完未停。韩国瑜三摆吊开条约协商，依然是无共识。我们现在准备，大家准备要开，再回到议事厅。国会改革五法包含总统到立法院各情报局的顺达方式，加调查权法制化、听证权，表示国会需强化人事同意权，加国会政府议长投票记名制定，新法度在五日空进行三讨，朝野继续对抗。另外，关心国民党加民众党立委吴丁十八日到太平岛考察，恐惊因为国会大战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五二空战前，敢会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嘞？总统府是已经公明无这个决定。陈水扁后生陈智中感谢外界关心，讲陈水扁目前的心情是真平静。不过陈智中嘛强调讲，因海外口罩是以前选举村的钱，陈水扁无可能会认罪。啊，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认为蔡总统爱甲外界说明，那无袂输咧甲陈水扁争笑的。加拿大的好朋友们来到台湾参加本次政府总统就职典礼，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台湾和加拿大的友好情谊。总统蔡英文十七亲身接见加拿大国会访问团，因会出席正副总统的就职庆典。蔡总统表示，这是加拿大用实际行动展现大家的友情。不过，敢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总统府在那表示无这个决定，因为特赦案要由总统府命令，经过行政院长复述。不过，内阁已经总辞，行政院未阁核定重大政策。陈水扁的后生陈智中讲到特赦无希望，指出陈水扁的心情真平静，无可能认罪。选举结余款和选举钱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最后也作为社会公益使用，哦，这个很清楚。那也不可能去认罪为所谓犯罪所得。怎么样来提供陈前总统呢最好的医疗的照顾？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来共同努力。陈智中重新强调，讲愿意把选举村的钱的海外口罩全部捐作公益使用。针对蔡总统要把麻烦留给赖清德，郭文德认为讲外界质疑新旧总统互相杀责任，蔡总统应该亲身向国人来讲清楚。很多阴谋论来在吼。什么什么两个总统要互相推卸责任啊，或两个总统要前后任总统要共同负担责任，
我觉得整个事件到最后变成是耍人家。看新的这个法务部那怎么样在这个程序上面把它走完了，我觉得对于赖政府来说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太棘手，然后也不是在一开始上任的时候就要去面对到的问题。学者分析，法律、政治层面拢等的解决，要拿总统启动特赦，通常是伫咧任期的上尾。赖政府上任了后，现阶段应该未随处理。学者也建议政府甲社会来沟通，得到共识，再来进行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劳工组成的工斗团体今仔日去开刀抗议，共五日空要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发声。工斗认为劳基法已经施行40年啊，应该要全面检讨修法，提升劳工的劳动条件，搁爱修法去加班费，另外嘛爱恢复固定休假7天的制度。新政府开车，不能靠工党，不能靠工党。大声喊口号，爱心政府的劳工政策袂当干那靠工掉。五二空特别到港岛团体一头早到开刀抗议，向特别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发话，因为劳基法已经上路40天，应该全面检讨修法，提高劳工的劳动条件。唔呐，加班的费率要提悬，也要调整补休的计算倍数，该增加固定假日7天。包括说加班费率40年都没改，我们希望能提高。包括说现在的补休时数只有1:1，我们希望可以比照加班费率去进行补休。我们的整体的工时并没有因为整个劳基法修法过后有任何的改善，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跟老板强迫员工用补休的方式来换休，甚至可能休不到。工斗团体佮以赖清德的选举公告来改编做行动局，改经上路40年的劳基法。比如做一台奥车，强调劳工是车的零件，真需要保养。佮强调台湾的平均每人 GDP 对2000年到2022年成长率大约是19%。不过这20年之间，劳工的实际总薪资成长率算是连10%都无够，真需要修法。加班费率和补休的标准是不是要再做调整？相关的劳动条件有的，我们还会持续来广征各界的意见，找一些共识，再来做一些滚动的检讨。有关国定假日的调整的相关事宜，就由内政部这边来去做整体的考量。对工斗团体的诉求，劳动部表示，劳基法若要阁修法，需要聚集劳资等各方的意见甲共识，才有可能进行。也强调增加固定假日的诉求，是以纪念日甲节日的实施办法，由内政部来组织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桥头地方法院有一个姓赵的法官，那就是和诈骗集团斗坑，替诈骗集团藏300万的现金，而且是藏在法官的办公室内底。今仔日检察署、调查局甲廉政署做伙去敲法院，阁有法官的宿舍，甲这个姓赵的法官带到去问话。桥头地方法院透早就真无平静，历史上头一届去廉政官搜查，原来是一个姓赵的法官，那就是替诈骗集团藏300万的阿诈钱。而且藏钱的地点竟然就伫法官办公室，这一届检调人17拢总出动，所在法院甲法官的宿舍等等的所在，而且甲人带登去约谈。检方如需本院配合之处，本院将全力配合。本院法官自律委员会已于昨日进行审议，决议敬请法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唔呐，涉嫌协助藏钱，经过桥头地方法院内部调查，嘛发现这个姓赵的法官。几下届查询唔是伊承办的案件，就算伊捌主动承认，伊到今进前有替朋友甲10万的律师费交予涉及诈骗集团的律师，不过其他的事件伊就全部拢暗藏袂讲。这一届专案逼出来了后，是引起司法院长的关切。院长也是非常的重视，除了要求桥头地院要针对这件事情也要进行相关调查之外，同时也要求这个政风处也做协助查处。看起来就是说，他虽然不是核心的涉入，但是他已经牵扯到诈骗集团的这些不法利益的一些问题。真的是暂时借他来放，还是说是要送给他的？他先前他有自己报告过，帮忙送过10万，可是现在发现是300万，那300万到底跟10万有没有关系？这个姓赵的法官几啊件争议，拢是为这个案件开始拖。伊一个做律师的朋友郑宏威，涉嫌甲诈骗集团有交接，被起诉了后，案外案连环逼出来。除了法官陷入风波，还有检察官去用指控讲，其实伊才是背后的庄家人。另外，还有警察涉嫌泄露秘密给其他的诈骗集团，而且佫甲人家讲安怎会当闪过查缉。目前看到的是个案，担心就是说未来变成集团化，如果说有一些相关勾结的状况，会不会内神通外鬼？诈骗这个外行，信号去到这派的人员，这一届警察、检察官、甲法官，想要一个手拢甲伊抓起来。
都惊这一届并不是个案，也够还未发现呢。曼布里司法官嘛变作是诈骗集团的打手，唔来影响因的名声，嘛会让诈欺甲犯罪变加更加歹抓。记者综合报道。月经黄主角有真侪块未成年的性影像，高等检察署早期撤销本地原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正在调查，决定要依照《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提起公诉。另外，同款是月经 NONO， 伊涉嫌性骚扰甲性侵害。调查七案，其中五案有六个人受害，检方是依照强制性交等罪嫌甲起诉，希望法院甲判重刑。月经 NONO 单酸乳加入起性侵的歹代，几啊个出庭应讯，伊去有几啊个女性控诉涉嫌甲因骗色，有七个案件由树林地检署侦办。调查无到半年的时间，检方十七真紧就侦结，其中五个案件以涉嫌犯强制性交、强制猥亵等罪嫌，加以提起公诉。被告不知自重，未曾施予而为上开犯行，且对众多被害人身心危害自具，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认定有六个人受害，为网友到演艺圈的女明星，拢伫个名单内底，有人去用眼睛、乌白网、乌白脸，甚至也有人去用性侵。诺诺恶劣的行为，检方批评伊品行歹，而且还佫施压硬嘴巴，否认犯罪行为，一点仔后悔都无。检察法院佮伊判重刑。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含密吐红泡，还佫有艺人黄主角，因为涉嫌收藏未成年性私密的影像，受到调查。原在检方考虑伊是初犯，已经认罪等等的理由，以原起诉来处分。不过台北地检署回应讲，专案去高检署以这款再议撤销发回了后，各界有无同款的声音？十七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起诉，也引起相关司法的讨论，强化儿少保护。儿少的性剥削防治条例在修正的部分都有一些共识，目前也希望就是在未来在法律的部分的修正，能够去把这个成人的非法性影像的内容，包括持有跟购买这件事情，也都能够入法加以处罚。黄主角为色情网络论坛创意书房买到几啊支儿少性私密的影像，对持有甲卖这类未成年影像的人，中央会向提悬刑责、简化防网流程等等的方向来修法。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建议，除了儿少保护爱救济，成人的部分嘛，同款爱要伊。记者综合报道。热天要到啊，上惊断水阁失电。台电昨暗是伫咧高雄的金埔区施工，煞是乌破自来水沟，地势逐工漏水，差不多是漏一万栋左右。有风声讲，若要修理，就要停水五天，有五十万户会受影响。自来水公司表示，会用影响详细方式来修理。啊，若漏掉即挂水，会甲台电讨赔偿。雨水一直对工地围篱流出来，路边的排水沟水位也一直悬起来。台电正伫高雄林务区林林路这个工地进行高压电地下化推广的工程，却是甲台电涂骹靠近200公分的自来水管凹破，造成水大量流出来。台电将啊每工漏水量大约一万栋，指挥员继续管漏。应该是属于自来水管，啊有稍微碰触，啊就是有可能是有稍微的裂缝啊，所以说水就跑出来了。水管的口径太大，若要维修，听讲要停水五天，相关可能影响五十万户，包含科学涵盖南麻溪、大社、主管，也有桥头、鼻头这些所在，要附近的店头是真烦恼。我们怎么出水？我们里面有上面有两个水厂，我们只能存两天而已啊！你如果到这三天，我们势必一定要电修啊！他说找方法储水啊，五天呢？对啊，五天太，我们民生用水都没办法储了，你叫我们做，叫我们做饮料，一天要储水。漏出来的水量每天都是一万吨，那是以水利署详细公布去年每一个人每天生活用水量287公升来算，一天漏掉的水大约是34,800人的每天生活用水量。虽然只有跟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市市长水情的提醒，其他是正常。也过南部主要供水的三门水库抽水率也不到40%，市府也跟台电自来水公司密集会议来参详因应的办法。那整个影响范围要看今天的所有管线的临时管的布设，然后才能够确定未来影响的整个范围，所以我们后续会积极来去协助这件案子。在水公司回应，最近降水无受影响，会影响民众上少的方式来评估后续修复，只要需要停水的公告时间甲范围，也过停水的天数也过范围也伫讨论。因来即摆加工线误判所漏出来水费，会向台电来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文学馆今年有请厂商设计一个龙年的角色，叫做阿龙。因为这图和中国创作者画是不同的，网友就怀疑这是抄人的。文学馆先开始提出发布时间，证明讲因无抄袭。不过后来却被网友发现讲，连这证据嘛是假。文学馆即阵是发声明回实的，解除声称讲这只阿龙不是原创作品，会甲厂商追究责任。国立台湾文学馆今年以龙年做主题设计一只吉祥物阿龙，不过刷标讲是抄中国创作者的作品。两只龙的外形未同啊，未同。不过第一时间台文馆出面解说，公开发布时间，证明创作的时间是比中国创作者搁较早。我们的时间点呢，发布是在他的这个微博里面发布的那只龙。时间之前，我们的小编跟他这样，其实在他的 IG 上就已经把这个龙的形状放在上面，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画了好几幅。不过网友落去查，发现发布时间是经过后者修图，佮加上中国创作者发布阿龙的画稿记录了后，台文馆五月十六下晡发声明回信的，证实阿龙的图像不是厂商原创，进前提出的证据嘛是作假的。国立的机构哈，做这种抄袭的事情，老实讲，真的是很让人很觉得很可耻。是不是先去找厂商求证嘛？对不对？就厂商也没有啊，没有，结果最后被爆出来，就要更小一下国家呢，慎选那个甄选的厂商了。那一开始询问的时候，你还否认，还拿出伪造的证据出来，那我觉得更夸张。著作权现在这么重视，怎么会去做抄袭这种动作？而且还是一个政府单位。民众都认为政府单位牵涉抄袭真不应该，台文馆无愿意出面说明，干那经过文理表示讲，迄间可能抄袭是因为厂商提供假资料，除了向原创作者甲社会大众回失礼，嘛会针对厂商侵权的行为，根据采购法甲契约规定，求赔偿、追究法律责任。相关的制作内容拢总落架，未来嘛建立愈谨慎的审查机制，确保无侵害智慧财产权。台南报道，台湾庙会顶头是八百块，不过这十字宝石你敢有看过？民间信仰内底咧，这十字宝石是祖先娘娘的保障，会当驱邪镇煞，好运啊会当好油漆。台南外道南势保安宫传承这项顶头上百档啊，头起先这成员是限定查甫，未出对时代改变，查甫嘛会当加入。庙方即阵嘛甲学校合作来推广。希望这项文化会当代代传落去。一个接一个，地面花人身躯穿红衫，双手提雨伞甲开扇，因当咧拍鼓练雨伞花打八卦。这是全台顶头内真罕看会到的十二宝石，成员由十二宫的宝石甲一个宝石仔组成的。源头是咧讲陈靖姑保护妇女参红娘的故事。虽讲宝石咧表演的动作无真大的变化，不过这煞有特殊的宗教意义。算迄个守护神啊，迄、那个对身体也是生生囝有无？这方面的上好啦。做头前就是要人把迄囡仔收囝，求予伊无，因为是啊好困。唔是干那囡仔，大人啊袂使。噶无我今日叫这少年出来学，无我若无讲，就拢去团去啦。满岛南市保安宫的十二宝石，对民国十年成立，经过五代宝石头来传领，到达传承上百档。本城顶头的成员，干那查甫的名，即阵时代改变，加上少子化，就惊文化失传去。地主因买手开放查某的，嘛通做伙参加。比方讲，无论是定制装扮，也是仪器传统，未改变。查甫的吼，会摕了较好出来担当，所以阵就是讲有这个装订出来担任十二宝石。因为到这个民国七十年来，因为工商社会演变。查甫拢出外探家，所以阵才来成立查某的来配合。伫阮大官，阮大官伫伊传互我，伊年岁有啊，然后叫我来做，做甲我真做甲哦，做要三十档啊。十二宝石是文殿的一种，南宁五大香科之一的麻豆香会使看到。庙方指出，现代少年辈较无兴学这，近来主心参在地学校合作咧推售，嘛伫庙内打造展示文物的空间，唔忘珍贵资产延续流传。记者李尚台南采访报道。国家野视听中心今仔日公开1946年到1969年之间，台湾省政府拍的新闻片，拢总有2000多。
这款影片主要是在宣导省政府的政策，毛保风台运动会、学校教育等等的消息。央视调中心即阵公开影片，予大众使用，希望会当帮助济济研究、教育推广等等，嘛，予民众搁较了解咱台湾的过去。火车站挤满了离乡背景的日本人，隆隆的车声载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潮。在初世界大战结束，这个历史影像记录着迄当阵在台湾的日本军民要和国民党政府遣送回去日本的情形。国家影视厅中心为着要响应五月十八国际博物馆节，公开2000个1946至1969年期间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拍的台影新闻片，和民众使用。这内底所标章的一挂迄个文化一些意义，伊会使做做者学者啦，做者研究者的一挂迄个所在，所以呢，会使对内底来开始研究啦。国家影视厅中心研究组指出，台影新闻片的年代，台湾的电视还未普及，是放伫咧电影要正式开始进行。这挂新闻片都是台湾省政府拍，主要是政令宣导的目的，不过也有真侪民生的新闻，像风台、地震、运动会等等类型，真丰富。在倒塌的房屋中，有些人被困在里面，情况危急，民防队人员奋不顾身，积极抢救。因为以前也阁无三台新闻嘛，所以当看到比如讲洪台、八七水灾等等的真侪珍贵的以前人生活的情形，或者是讲什么路通车，还阁有什么新的火车等等。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台影新闻片和相关的文物遗产，在2022年有入选文化部世界记忆国家名录，是台湾非常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这款新闻片伫咧中心的官方网站都看得到，以后嘛还阁继续增加新闻片的数量。除了学术研究、丰富新闻呈现等等，也希望予大众搁较了解台湾的过去。记者卢雄如、曾俊游台北报道。韩国政府每年要扩大收医学生的政策，是引起当地医生大规模罢工抗议。医界提出上诉，要求这项政策得要办请执行。不过是随后高等法院驳回啊。政府的态度大家怎个？有一挂因为反对政策，是头路医生表示绝对袂回去上班。南韩政府按算对2020年开始大大增加2000个医学院的录取名额，引发医界强烈不满。二月到今，真侪医生用罢工、辞职等等的手段抗议。进行医界针对扩大招人的政策，向法院提出慢请执行的相关措施。不过，在一审和上诉当中，拢被法院驳回。사법부의현명한판단에깊이감사드립니다아직본안소송이남아있습니다만오늘결정으로정부가추진해온의대증원과의료개혁이큰고비를넘어설수있게되었습니다这场诉讼是由18名南韩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提出来。4月初，一审法院以申请人非当事人做理由来驳回。首尔高等法院16日判决指出，慢请扩大招人，可能会对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的政策不利，因此决定驳回。虽然医界表示会搁再上诉，不过分析普遍认为讲，每年医学院扩大招人是已经确定，然后政府也搁再呼吁罢工的医生回去工作。전공의여러분이제는돌아오셔야합니다사법부의판단과국민의뜻에따라집단행동을멈추고병원으로복귀해주시기바랍니다 의대생여러분도속히학교일상으로돌아와주시기간곡히부탁드립니다医学院教授按算后礼拜召开会议，重新制定明年度的招生计划。然后各大病院的主要人力，也就是发动这届大规模离职抗议潮的大院医师，是对法院的判决无意外。虽然根据规定，大院医师若是离开受训的病院超过3个月，就要延后一年参加专科考试。真侪人有员工，敢要转去病院，阁会继续观察。公司新闻，刘干编译。来关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以色列为了要把哈马斯灭掉，宣布要派更多兵力打进去拉法地区。不过，拉法有140万的巴勒斯坦的难民。南非就指控以色列犯种族灭绝罪。南非是第三届向联合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提案，要求国际法院就要下令以色列停止攻击拉法。
南非的代表律师十六日荷兰海峡的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罪行提交退换波、虐待、加挑工、扣留、领导援助这一连串证据，并且讲以色列对一开始就想要来消灭巴勒斯坦人，要让对地球上来消失。The key point today is that Israel's declared aim of wiping Gaza from the map is about to be realized.Further, evidence of appalling crimes and atrocities is literally being destroyed and bulldozed, in effect wiping the slate clean for those who've committed these crimes and making a mockery of justice.这是南非在今年一月控告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了后，第三摆向国际法院提案控告以色列。南非讲，以色列军事进攻正在升级，要求法官下令以色列停止攻打拉法，并且让联合国人员、领导去援助者、记者和调查人员因无阻碍进入加沙。为期两角的听审，这焦点是在乎是不是要发布紧急的说法，避免争端来升级。因为要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必须要用几年的时间。在这时阵，以色列以消灭哈马斯为理由来进攻拉法的行动已经进行十天啊。国防部长加兰特十六宣布，正在派更加多兵力来进入拉法，不要哈马斯感觉真忝。כבר הושמדו על ידי הכוחות שלנו מנהרות נוספות יושמדו בקרוב. הפעולה הזאת תלך ותתעצם, והחמאס הוא לא ארגון שיכול להתחדש כעת. 恭喜新闻，王慧文编译。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去北京国事访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佮参加合作论坛。针对普京和习近平会谈，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因两个人归王归党，干那会晓起无空，尤其是习近平，规个头壳拢咧想讲要甲台湾吃掉。俄罗斯战争的情势愈来愈紧张。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当地中国做国事访问。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十六在北京中南海和普京做小型的会面。习近平是讲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推动建构新型的安全结构，而且支持举行俄罗斯双方拢认可的国际和会。普京在十七号早到哈尔滨，中昼先去哈尔滨南岗区的博物馆广场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献花致意，然后参加第八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的时阵表示讲，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要供应中国力量。另外，普京佫参加第四届中俄区域合作论坛，强调讲会进一步来增强两国的经贸往来，确保有够财力来支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весьма символично, что к юбилею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иурочен и такой масштабный совместный проект, как годы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CNN 讲，现阶段莫斯科爱靠北京，是比北京需要莫斯科的程度是加真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讲，中国袂当两个拢想要爱，一边是希望和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更加好的关系，但一边佫展现和俄罗斯战马子的立场，尤其是俄罗斯当地入侵乌克兰，已经对欧洲的安全造成上大的威胁。面对是破坏，前美国总统川普讲，伊对两个人拢真了解，伊讲习近平已经准备好要甲台湾讲落来。President Xi of China, I know him well, and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I know him well. They're right now together working on plans where they combine, where they get together and do damage, because that's ultimately what they're thinking about, doing damage. And you take a look at what President Xi said today, he fully expects to take Taiwan. 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达两年外，乌克兰的国防经验也正做台湾学习案例。乌克兰学院就邀请外国的专家开记者会，宣布要伫五月二日办论坛，希望会当让台湾社会了解咱的危机，嘛进一步参加全民国防的教育甲培训。俄乌战争已经近两年，不过乌克兰学院指出，事实上，俄罗斯在十年前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时，都已经是第一阶段入侵乌克兰了。到2022年，俄乌战争正式爆发中间，政府和民间做尽一改革，乌克兰才有法度在这场战争当中挡两年。为了要提升台湾民间的防卫意识，乌克兰学院办公邀请外国的专家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要在五月二日举办全球民防领袖论坛。乌俄战争这十周年。我们用这个时间横度来去看，我们应该站在什么地位？同时，也是现代战争它的特性，它的高科技的应用，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那个讲的重要主题。
记者会现场的国际民航专家嘛提醒讲，在台海区域竞争当中，万不会爆发战争，台湾民间可能无像乌克兰有遐长的准备时间，台湾嘛要赶紧把过时的医疗器材，也够急救的机卡拢换新。In Ukraine, we had eight years between first stage and second stage of the war. And during this time, we had opportunity to realize a lot of things and to do a lot of things. And this helped us to stop Russians from occupying larger territory back in 2022. But unfortunately, Taiwan unlikely has this, let's say, training period. Recently saw the first aid kit here of Taiwanese army.And my conclusion is that it's very undeveloped, it's very outdated. Perhaps some NGOs that are working with medical, in medical sphere could give this expertise, could give recommendation and to forc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better do this reform.奥欣学院表示，这场全球民航领袖论坛即将要讲五项主题，包括俄乌战争十年回顾、地缘政治、新形态战场的科技应用，也佮有民航准备等等。拢总要邀请二十位国内外民航领袖来参与论坛，希望会当对俄乌战争的经验当中，予台湾民间认真看待咱家己的危机，然后愿意进一步参与全民国防的教育和培训。记者卢雄书、曾俊游、台北报道。日本福岛的第一核电厂今仔日是第六届甲含川的废水漏落海，为去年八月第一届漏水到呾要到个月啊。虽然根据监测，台湾周边的海域是无啥变化，不过今年秋天散霾的监测结果敢会改变，是大家拢关心的重点。甲处理过的核废水经过泵坑排放到一公里外的外海，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含川的废水，伫去年八月二是第一摆排放，特别晚九个月，十七进行第六批排放，按算排放十九天，真正是引发国内渔民的抗议。即马泉水到底是到台湾啊，还是阿未？我们现在环境监测数据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以我们看到从环境监测来看，应该是还没有明显的变化，看不出它到了还是没到。在关联会改制了后，阮属的核能研究所是转型做行政法人国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继续负责海水含含有生物辐射的检测。是检测的人员是甲送来的整体抓珠是切作细块装入去管仔内，再佫透过一台冷冻打碎机，摕出纯度正高的鱼体组织水，再来检验穿。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冰呢夹出来，那就可以得到里面的那个组织自由水穿。要检测鱼内面的穿，一步一步是真复杂。穿大多数是以水的形态存在，除了检测鱼的水分、鱼肉嘛是重点。鱼在冷冻打熟了后，泡作鱼酥，再用烧的方式，甲它提掉捞水，透过水来确认肉内面敢有含穿。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取得有机间接穿。国关院的生物穿实验室已经检验五百多件，包括鳝鱼、蛏仔、鲫鱼和鲨鱼，数单拢真正常。不过去年检验鳝鱼的时阵，彼当阵穿最是还未到这个海域。所以今年才是关键。是，可以这样讲，要持续关注这个东西。这次带孙家的检验器检验食品的放射性量能更加大，但是检验的量能是超过35,000件，嘛是为福部的委托来做进口食品的检验。这两年外以来是验出有色134、137的产品，所得较悬的包括绿毛关的番薯干、大分关的香菇，还有爱迪关月桔仔提炼的物件，不过都无超过咱国的国家标准，每公斤180克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有民众买大品牌雪文来洗身躯，却感觉有钉钉的物件甲扣着。伊甲雪文拗开，发现内底有一片那塑胶的物件。民众甲雪文交返去予业者调查，业者讲会来检验。安那卫生局表示会派人去稽查，照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来办。因为它那间就是埋在里面，那整个把它抽起来，就是这块蓝色的扇门和高度近视，看不到扇门表面是不是有危险物件的蔡先生。洗身躯的时阵惊一个，蔡先生讲，十个月出来底拍开这块全新的扇门洗身躯，确实像香港那号钉的物件挂掉感觉。挖开一个看，才发现内底敢那有一片塑胶物件。还好这个是算是硬质的塑胶，那我有发现也没有割伤。那如果是其他东西的话，小朋友今天在洗澡或者是洗身体的时候滑下去，其实都是蛮危险。这片敢那塑胶的物件，和蔡先生唔敢搁再用扇门洗身躯，向客服人员反映，一开始对方回应，而且提配公司来回收商品，和蔡先生感觉安尼唔对，因为伊想要知影讲到底是多几所在出问题。十七下晡，蔡先生也甲业者见面回收问题产品。
它这个是印尼制造的，那我们都要送给原厂去做检测。我们真的对您很抱歉，然后让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很不好。业者甲问题送媒提登去公司检验，也对生产的流程做作品了解。不过蔡先生讲，伊无要求赔偿，只是希望业者查明这原因。提供的商品在这个制程以及它的品管的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失，它必须要去做全面的检视。卫生局将派员稽查，以了解该产品相关制程、品管资料及客诉处理，后续将依调查事实按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处办。台北市卫生局讲，会派人稽查产品制程，要一般民众若遇到种状况，除了甲本地产品翕相来修正，也再依照法律方式要求赔偿。依照民法跟消保法规定的，企业经营者应该要提供符合现代科技水准安全性的物品。那肥皂里面有异物，这个造成的损害当然是不符合安全性，这部分当然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有关这问题，三门也等待调查原因。只是原本想要轻松洗一身躯，却是发现三门内底有物件，加在民众无因此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有要考机车驾照的人就要注意了，为六月初五开始，机车驾照的考试会增加影片的题目，考生就要看影片内底交通状况来判断讲刷落来应该安怎做。交通部公路局表示，这个月底就会把影片放去监理服务员顶端，好民众先试考来考看卖。啊，类似这样，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画面哈。那你当你骑奥多拜来去车道的汽车，想想要违规变换车道，应该安怎做？这款测验奥多拜驾驶危险感知能力的影片题目，六月初五开始就会加入奥多拜驾照的笔试，计共五十个题目，会有影片题、图片情景题、选择题加示范题。为了要培养我们用路人去查知这个道路跟交通环境所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那培养他能够及时反应、应变的这样的安全防卫能力哦。公路局推动影片题目，培养危险感知能力。即摆民众要考奥托拜驾照之前，也要先伫机车危险感知平台体验这款影片题目了后，才会当注文考驾照的时间。为五月二三开始，这款影片题目会放去你监理服务网，后备考奥托拜驾照的民众无去考试，后面用知影新制的规定是安怎考的。四个主题，第一个是机车最常犯的那种交通事故的一个主因。第二个是交通部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大型车或停让，第三个就是这个防疫驾驶，第四个部分就是机车的特性，比如说机车抓地力。公路局表示，上路之前因有找各款年龄层，计共八十一个民众试考，通过比率大约17%。正式实施了后，会看施行状况，随时调整题目的类型。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这几年台湾是拼命在推动净零碳排的目标，高雄去年就成立全台湾头一间的净零学院，不过竞标的净零进度被质疑讲太过慢了，有议员建议市府就要提出奖励办法。一个人来庙宇拜拜，会先点香，火也摕金纸去烧，不过烧香烧金的黑烟会造成空气污染。中央这几年推动净零排碳，有不少庙宇配合香金减量的措施。政府嘛咧鼓励庙宇设太阳能板，除了生产的电会当家己使用，也会当省电。不过对部分的庙宇来讲有考量，除了经费问题，也惊讲若装落会破坏风水，外观歹看。你庙的主体，你若总讲好只的太阳能板，给你看大电管。这件事影响到人对这间庙的印象。这烧金纸啦、烧香啦，上好是较慢啦。面对全球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高雄市鼓励成立全台头一间净零的学院，实施净零减碳甲永续发展。不过，就议员之际，高雄市庙宇净零的进度真慢。譬如讲，台北市的区观光有设一种冷血太阳能板。唔，那每个月会当省电钱，甚至面积较小，唔免放厝顶，庙宇环内问题拢解决。认为高市府爱向庙宇宣传，增加补助奖励，补助条例，也是讲吼咱的奖励办法吼，这因拢无去规划，啊，着叫要叫咱的宫庙去做这个协助政府来做净零吼，当然宫庙着无爱嘛。奖励措施吼，这个较他们公务干部叫吼来研究，看要来奖励。
民政局表示讲，目前高雄市有24间公庙配合用米代金、刷顶点灯等等环保措施，嘛有500多间庙宇有做减香减金。目前已经规划头一场庙宇净零教育的训练，太阳能设置的奖励办法嘛正在研究当中。记者钟义辉、柯昭荣高雄报道。这礼拜六礼拜就是国中的教育会考啊！高雄的光华国中发挥创意，设计一个祈福的金标。除了提醒考试的重点，佮予学生抽签时，顶头有写英语佮台语的好话，要佮考生加油学演。学生囡仔一个一个排队，要来抽签祈求考试顺利。这是高雄光华国中特别制作的祈福金标，学生爱心完成会考的练习单，尾仔才会当拨杯抽签，就亲像阮伫庙宇抽签共款。学生拢讲，大家感觉真趣味，看到签诗的鼓励，对因来讲较有信心，嘛减少紧张的压力。啊，写完了就是予老师看，看完了就是去拨杯啊去抽签。那是你的心底下做啥物拢会成功，我感觉这对我来讲真重要，因为会予我一个爱知影爱去设一个目标的一个。因应18、19是国中会考，学校举办一礼拜祈福活动，甲图书馆陪伴囡仔读册，红仔布置做祈福金标，佮设计祝福签诗。签诗顶块名言家具是特别经过，都是囡仔喜欢的，有放假名言、电影家具、布袋戏等等，佮分做英语佮台语的版本。啊，签诗的内容，佮有亲像卡通，要有漫威电影的。句子，還有霹靂布袋戏的句子，那另外还有英文的，還有台语的，吼，希望同学会当伫抽签的时阵，佮会当知影个这经典名句。学校表示讲，除了祈福金庙活动，今年嘛会遵循传统，伫会考的前一天，带囡仔到附近亲手赴祈福。除了保庇考试顺利，嘛唔忘予学生了解，唔管成绩安怎，上重要是爱有信心面对考试。记者钟义辉、柯昭荣高雄报道。前一阵啊，台北宝林地势的事件，地势新竹客家庄出名的粿仔条，生意是变加真歹。当地业者讲，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要两个月啊。虽然人客有偷偷回来，不过和过去比起来，同款是大几若成去啊。最近阁传讲客委会想要甲新埔粿仔条这活动刷去台北来举办，引起在地抗议。煮好的粿仔条，阁加上香公公的油葱，看起来真好食。新竹县客家庄真出名的粿仔条，之前受宝林事件影响，拢无人客来食。到达生意同款是达几啊成？啊，现在慢慢在恢复了，真的是有对我们有影响，少了80%。刚开始有影响蛮大，现在有比较好一点。新竹县长杨文科中昼特别来到新埔吃粿仔条，来帮大家赞声。你一定要加油打气啊！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慢慢的我们怎么样来争取商机？第二个要听起他们的心声，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政府来帮忙的？哈，不过最近却传出客家鬼晚会想要甲一年一摆原本补助新埔的粿仔条节活动，刷去台北举办，在地业者一听到消息，拢讲感觉无适合，也惊生意受影响。新埔的板条为什么要移出台那个竹北办呢？对啊，而且我们新埔办也是 OK 的呀、啊。我觉得很奇怪哦。对啊，很奇怪。因为新埔是板条，那移到竹北去，客人都移到竹北，那新埔的店家会不会有受影响？以新埔镇来讲，它就有100多家的这个板条店，怎么样来举办这个板条的一个美食节，让大家更对我们新竹县的美食更有印象？业者指出，受宝林事件影响，原本的生意就比过去歹真多，而且粿仔条自过去就是新埔的名产，希望中央听到地方的声音。记者陈文和新竹报道。台塑台位自2013年开始，甲1967年的民歌采集运动的录音带，何书生早去部落翻译歌词，找人研究，重新出版，到今已经公开260条歌。都被南族的囡仔是对因阿祖的歌声学唱古调，找到母语福建的路。台顶咧唱歌的是伫本国小的学生，甲5年级的高天君，伊完全唔惊场，中规十足，演唱被南族的歌谣，咱来去鼓舞。
这条歌是在讲青少年去购物，和其他购物的朋友相像，而且大声对唱的传统歌谣，在57年前都是由高典君伊阿祖唱的。原本在学校练习，然后老师就会给我曾祖父的歌，然后我就会去听，因为我发音不正确的时候去学他的唱腔转移。为着实现世代传承，台塑大民族音乐所为2013年开始转入1967年民歌采集运动的录音带，因个只音乐早登去部落，翻译歌词，找到唱歌的人做研究甲分析，而且为2020年开始出版，到达公开260块歌谣。上新出版的牡丹百万，也够有闽南族，尤其是闽南族的专辑，内底包括5个部落。其实同一首歌，然后都会不一样的旋律跟不太一样的尾音跟歌词，各个部落的那个个性就那个很明显，在歌谣里面的旋律会出现。我们学习到的是另外一些歌，可是这些是遗失的。那之后有出版之后，那有一个教科书在，让我们可以记录起来，然后这样一起去学习。参加发表会，少年歌者讲，透过音档跟音乐素材分析，会当更加理解英国时代的唱法跟生活经验。第一个好好在教书，原住民老师讲，这一代母语的断层跟流失是真严重。甲歌谣找倒转来，是帮助这个囡仔找到母体文化、甲母语连接上紧的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为5月18日开始到明年3月，会展出古早的手稿、玉稿、甲玻璃等等。除了静态文物，嘛提供3D 打印的破链甲手环，要予人挂。和平将更加了解古早人类的生活。透过显微镜比较史前甲即卖地外的石酸体，发现3500年前台东卑南史前遗址的人类已经有种新稻，而且是大规模像稻仔田共款的栽种形式。苏东时卑南史前的人类可能已经和东南亚史前的人类有交流，才有这款的品种。那这个形式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在台湾的其他地区就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种类。那我们现在是有在推论说有没有可能跟这个东南亚地方的一个传播是有关联性的。这是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在18日推出的新展览，运用显微镜考古的微观史观特点，透过科技的显微镜分析各种史前的文物，亲像是史前国宝玉石，甲其他国家史前玉石的成分分析，正是4000年前台湾制造的玉器已经外销东南亚，阁有2000年前铁器的时期，台湾就有玻璃珠，产地来源可能嘛是来自东南亚，推论当时的台湾甲东南亚已经有真频繁的贸易交流。这项科技考古展，民众阁会使挂 3D 列印的玉器和互动式荧幕，进一步了解史前人类生活物品的运用。我没有想到在考古上面还可以碰到比较偏生物学或植物学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些结合科技，然后以及结合一些所谓的展示声光效果，那以及结合一些展示美学跟展示的这种所谓的氛围，然后带动吸引游客。史前馆正建伫去年重新开馆，到这个月是满一冬。史前馆表示，未来展出的史前文物会更加好看，有更加侪和民众互动的科技，也会和其他博物馆来串联，推一套的博物馆观光旅游行程。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有一个90岁阿嬷，这个月去比赛招标，招200公尺，落尾用51秒的成绩走赢，创下90岁以上的世界纪录。这个阿嬷阁讲，已经安排好势，后个月甲明年拢要比赛。清香响起，这一名阿嬷马真佳开始向前冲，为伊真流利的脚手来看，真歹相信，这名意大利阿嬷今年已经90岁，而且才打刷新世界纪录。Sono molto contenta e soddisfatta, è anche un po' sorpresa perché non mi sembrava di essere andata tanto forte. Comunque è andata. 1933年出世的马真佳是意大利田径界的高龄明星选手，为53岁开始打滴滴跑运动员生涯，是5项世界纪录和5项欧洲纪录的保持人。伊在5月7日的室外200公尺短跑大师赛内底，用51秒47拍破日本选手斋藤惠美子在2020年创下的53秒35的纪录，也创下全球90岁及以上年岁组别的新女子世界纪录。伫短跑大师赛是照年会分组替老大人设立的比赛，马真佳伫短跑大师赛内底取得28项意大利各种比赛上好成绩，这嘛好伊厝内准备满满是。È molto importante perché io credo che mi abbia fatto superare dei momenti difficili che naturalmente in una vita lunga come la mia non sono mancati
mi è stato di sostegno, diciamo. E anche mi ha permesso di frequentare sempre molte persone, quindi non essere sola. 跟真侪运动员同款，马增加伫比赛时阵会无穿鞋啊来走，嘛袂穿训练用的运动鞋。伫个伊骑着好心姐时阵，伊嘛甲伊家其他选手做伙啉啤酒来庆祝。虽然伊无甲伊制定参赛登记计划，也毋过伊已经有定好后个月跟明年底跑比赛咯。Sì, quest'anno ci sarebbe un a giugno i campionati italiani.E a marzo, se riesco a mettere insieme un gruppo ad andare, ci sono i campionati mondiali in Svezia. 恭喜新闻的是董冰燕。天气玻璃仔，最后来关心明仔在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